看看这个徐巧芯指出，涉及至少四起枪击案的威正集团董事长吴明达，曾经跟陈时中还有郑文灿吃过饭，这三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他们要这两个人说明清楚，到底跟吴明达之间到底是不是交情匪浅？陈仁忠说自己根本都不认识他，还说呢跟他同桌吃饭过的不知道有几万人，而甚至还说徐巧芯认识的人应该还比他多吧，应该要先解释跟吴明达之间的关系。那么陈时中下午受访的时候说不认识这个威正集团董事长吴明达，还反呛说徐巧芯认识的人比较多，好，甚至呢还要他自己应该要先说清楚。那徐巧芯就po文反击啦，说有人听得懂陈时中在说些什么吗？好，甚至呢因为他说我要你说澄清跟吴明达之间的关系，你也不澄清，你反说我认识的人还比较多，那如果你当选了，未来这些可能是有黑背景黑历史的人会不会变成地下市长呢？他指名的是疑似就是黄成国了，然后甚至还说他根本也都不认识。海皇 XO 干杯架，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三倍，这么好的干杯酱要去哪里买？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